快把你家的铁锅扔了吧。给大家介绍我家不用煤气的炒锅，超级方便，插上电就能炒菜做饭，而且不占地方，不用煤气瓶也不用电磁炉，它不仅可以煮汤炒菜，锅内使用金刚麦饭石材质，无油煎蛋一点都不粘，清洗十分容易，直接丢水里洗完全没有问题，实在是太喜欢啦，喜欢的小伙伴赶紧点击链接购买吧。